大家好，我是王玉成。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曲子是法国作曲家 Gabriel Fauré 他写的一首西西里舞曲。那这首曲子呢，最开始是他在意大利的时候听到了西西里民歌的时候，有感而作。那最开始他是由管弦乐团，然后的编制，然后过了五年之后就改编了大提琴和钢琴，那现在就是运用到了很多的新的乐器里面。那大家可以听这首曲子，有点 emo， 但是可以带入进来。